近日出演音乐真人实境秀节目，在最新一集中，他与王菲女儿窦靖童惊喜合体，跟一起合唱孙燕姿的经典歌曲《听哦哦》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。两人非常有感染力的歌声，让现场观众都听得相当陶醉。对此，孟蔚也大赞窦靖童年纪虽然不大，但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，演唱的技巧相当精湛，也很有音乐的才华。窦靖童则兴奋表示，自己能够跟喜欢的歌手一起唱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片段播出，超级惊喜的组合让不少网友看完纷纷直呼，真的太喜欢这个组合啦！两个人的声线都各有特色，听完都忍不住落泪了。Bye.